刚刚跟你看清楚，让大家看清楚这个小礼物，快乐吗？谢谢，我知道这个惊喜就是我这个月的生日。我说，就有三天，就人就人，我自己就有三天。你要做三天？喜欢吗？喜欢喜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可以说几句吗？谢谢你这么有心，然后让我这盘棋成，然后也送我那个生日惊喜。哎，自己人不说这么多客气。我说几句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说。因为刚才听你说惊喜来到最后一场的演唱会，其实也有一点不舍的。然后这个蛋糕上面有你的样子，还有你的舞台。这个特别的意义，特别的意义，对，也特别的感谢你，每一场都给我参与，在台上学了很多东西，好，也学了很多东西，认识很多朋友，很好玩，也在台上看你表演，还有看到你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将最好的东西送给大家，今天真的很惊喜。谢谢，也有我们都很喜欢看到台上面，你喜欢做你的自己，谢谢，是吗？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，今天11月10号，在这个11月份里面有一天是非常重要的吗？是哪一个日子啊？说对了，所以今天有很多不同地方的朋友都来了，我觉得很难，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大家一起提早帮小蛙做一个万人的生日会，好吗？谢谢。我也很紧张，一万人生，那你现在帮我拿一下，拿个纸给我，小心一点。请问你几岁？3月。8岁。怎么算出来？你开始生日时候不是说是2014年吗？那是70岁的生日哦，很有意义哦。对，我70岁。但是我没办法啊，但是我没办法将70个。蜡烛在插在中间，放在，然后很恐怖。然后好不好？每一个朋友手上都有一个发亮的荧光棒吗？就已经打开了，对。可以将它轻轻的举起来。哇，轻轻的，现在反倒太厉害。你看，很漂亮哎，是吧？哇，这个画面真的，我想到了，你想把它夜景排美。如果你们可以代替蜡烛的话呢，我带回许个愿，然后我就会把你们的手上的蜡烛吹熄。那你可以配合我们制造一个很震撼的画面吗？从这边还是从哪边？从哪边开始？他要把它吹。从这边开始。那我这个风声吹的时候，你们就把你们的蜡烛灭掉。哇！好，对，你们唱一个。然后我唱英文，好不好？我发音比较准。我说一二就来了，好吗 ？OK， 一二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小花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什么愿望？准备了。很远了，我就唱听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。然后，中间唱到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哇，为什么那么拉住？好，很厉害。全关掉了。哇！
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其实这里有没有十，就是十月上面的朋友？要，那换我给大家唱一个十一月份的生日，祝大家十月份生日的举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觉得还是差一点点。你现在对钢琴弹得怎么好？大家是不是想听小花再弹一首歌，生日歌给每一位朋友，好吗？有请有请，来来来，这边这边来，我这个放在这里。哇，他还在反动，比较随意的发挥。觉得真的很有诚意，不会。好，这里祝福你。谢谢。哇，从现在到70岁的一天三个月，每一天都怎么健健康康，爱自己、爱家人、那些朋友，还有每一位支持你的朋友。也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晚上。谢谢。这个来给你。拜拜，谢谢 Jackie， 太精彩了。